扫腿它分为前扫与后扫，主要以人体的下肢为攻击目标。在实战里面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极少用的腿法，因为它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技术。首先呢，我为大家做一个个人的练习，扫腿的基本示范。同时呢，也可以借助一些靶类来练习你的扫腿动作。做一个慢的，请大家看清楚一点，正常速度。因为扫腿呢，它主要以人体的这种膝关节以下的部位为攻击目标，所以你在平时的时候多一点练习扫这种下肢的这种动作。扫腿它主要以人体膝盖以下的薄弱环节为攻击目标，请看我做一下示范。扫腿它分为前扫还有后扫，下面呢我就做一个后扫的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后扫呢，在扫腿的过程里面，同样一定要记住腰的扭转力。后扫它与前扫一样，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扫腿，所以呢在练习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借助于一些靶类去进行一下这个动作的练习。后扫在发力的时候，同样是要借助于你腰的拧转力，然后用你脚的底部的位置击中目标。记住，一定要腰拧转。后扫的主要击打部位呢，也是以人体的膝盖以下的薄弱环节。